了呢？在今天这一集哦，输的那一队要淘汰三位选手，现在是最后一战。请问张宇、小胖老师，你们来来来来，因为轮到你们先派了啊、哦，你们要派出的是。我们讨论了很久啊，这一个选手非常的重要，哦、嗯，可能是一个决胜盘，嗯，所以我们派出杜华锦。杜华锦，请出列。其实我们不管选手的这个技巧如何哦，这个前面几次的录影呢，可以看出的是精神战斗力。我觉得像杜华锦啊、吴思瑶这种就是很稳，没有在怕，对不对？嗯，还好，还好。嗯、那你知道这是保卫战哦，因为如果输的话，你们这一队就要淘汰三人。不要给我压力。好好，拍谁拍谁哈。好，来，那这一组要迎战的选手是胡夏。你们也换了，因为一开始到我手上的资讯本来是范安婷，现在换成胡夏了。为什么左岸老师？不能输。我因为我们觉得说胡夏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，嗯、我们他保卫我们的小朋友们。可是他今天那个落赛了。喂。真的啊，我刚才跟他讲、哦，上吐下泻今天。哦。但状况可能这个评审都要摒除在外啦。那杜华锦带来的歌是。不自由，浩恩佳佳的哦，浩恩佳佳的歌。嗯、那胡夏，你带来的是离歌，离歌，信乐团阿信。哇，好的。小时候让他声音再开一点啊，再开一点，之前都是唱比较温柔的。对对对对，今天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知道最后鹿死谁手。那好好唱了，两位，首先欢迎杜华锦，不自由。是。最后关头，双方都派出对上主将。康康将翻盘希望托付给胡夏，张宇则将领先优势交给杜华锦法官。挑战爵士曲风的华锦，验收时歌声虽然没有问题，但肢体动作却不及格。胡夏的方式是很男人。被你发现了。如果说那天在演出的时候，一开始陶子姐都会唱。被老师认为动作太男性化，华锦不断试着改善肢体，但是彩排时队长似乎又发现另一个疑虑。我发现那一点太累了，可以再多一点。我发现那一点，那不要三八，不要变三八，一不小心就变三八。碍于肢体无法好好表现歌曲的杜华锦，是否能适当拿捏表演动作，为队伍争取最后的胜利呢？走。
目前落后对方2分的康康安安队派出队上王牌胡夏，但今天身体状况不适的他，是否有办法追回现在的落差呢？